之前学到的东西，不管是你的腿法还是经济，还有那个品势，都复习一下。一会儿考核的时候认真做，好好做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坐下休息一下。双脚张开，双手加油，头部运动。最美八个做一个，双手加油，做一个。好方向，三、二、三，美达斯达斯哥，对吧？最酷最美达斯哥。好，最后再前一下，然后我绷不下腿，达斯哥。